对了，这是武昌大营的官册，上头有陆远的罪证，希望能够帮到沈家。 怎么，你有心事啊？公子，说，晋灵王去廷尉认罪了。什么？他去廷尉认什么罪啊？我现在就去晋灵王府问清楚。等等。 你认识静灵王吗？他之前救过我，住房之事，他也曾出手相助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上次武昌一事，我一寝食难安，我不想让你再冒险了。况且，他人已经进了廷尉，你去也来不及了。可是，待我把事情查清楚，我们一起想办法，好吗？ 季参军在等你。季参军，沈小姐，说是靖灵王给你的，告辞。等等，季参军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知道靖灵王故意接近陆远的事，可是他去廷尉认什么罪啊？陆远让靖灵王写了豢养精兵的符令。 多有如斯，此生无憾。天高地阔，各有归路。五年，宣。太妃，玄儿有什么消息吗？殿下什么都没有说，只差人送来了这个。